站住！后续吧。我是左小，美女的倒霉，王老师从前突然成为大明星开始的。人呢？随便飞。啊，好险，都怪范主，没事当什么明星啊？你就是以前哥哥的甜女友，哥哥绝世美颜，性格超好，像我这种炸毛头邋遢的人当然不配啊。既然这样，你一定很了解他，听说他私底下是个大直男，是不是真的呀？啊？喝水。 我家哥哥是又温柔又浪漫。谢谢你提供的情报，我要发财了！你要的以前哥哥青春校园照，可以打个折吗？还有很多人要呢。那好吧，发了发了。以前不赚王八蛋。 根本你就这样去啊？就你这形象，头发都炸毛成这样了，说大明星范雨辰的前女友，谁信啊？跟他阿姨还差不多。那怎么办啊？给你用这个欧莱雅大金瓶洗发水，是灵桂油的，质地清爽。你这种油头用了也毫无压力。想要改善你的炸毛，就用这护发素，里面添加了贵妇菊护肤成分，全球先安和琥珀雪松精粹油，看这质地超醇厚，简直就是发膜级别。头发想不如顺都奶，我都回国好几次了。好清新的花果香，这些连香水都剩了呢。奥利给！ 就是你想和范雨辰的猛料，范雨辰，亲爱的，猛料这不就来了？万万没想到，这次猛料的主角居然是我！我会让你相信我。 臭流氓，你要干嘛？小结巴，你别误会，我是看你睡得不舒服，好心帮你调一下座椅。叔叔，那帮我填一下问卷吧。叔叔，小伙子有眼光，我帮你写。谢谢阿姨。阿姨，你也配？你叫谁阿姨呢？哎，我有那么老吗？本子和笔我都不要了，阿姨再见。你别跑，把话给我说清楚。哎呀，别怪人家了，看看自己眼角那些细纹，可不得叫你阿姨。 啊！我操！我又错了。气死我了！韩真那个混蛋，居然是我是阿姨。谁让你天天熬夜打游戏了？不长新闻太怪呢。就你这状态，还怎么参加公司的假面舞会啊？假面舞会？要不要做我的舞伴？对不起，韩总，我一老阿姨对这种活动没兴趣，您还是找别人吧。哦，那我去了。哎，韩总，你能当我的舞伴吗？ 难道我真的输给他了吗？我怎么舍得输给别人？范雨辰，这个阿芙铂金眼膜给你，它里面的视黄醇和神经酰胺能淡化细纹，让皮肤Q弹紧致，而且还能抗光老化、抗衰、抗皱。哇，这个钻石蘑菇好漂亮啊 ！Q 弹水呢？这下不用再担心别人说你阿姨了吧？这个场景好熟悉啊！ 好像在梦里见过。韩琛，你为什么选他做？你不是也选了别人吗？ 自始至终，我想要。什么？你要住我家？没办法，我家被水淹了，只能先住你这儿。我家只有一张床，你要睡就睡地板。小结巴，你确定不给我留点位置？哼！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臭流氓，你放开我！ 不对呀，这明明是我家，为什么被欺负的还是我？不行不行，你要干什么？小姐吧，你毛孔挺粗啊。韩琛，你不会以为我刚刚要亲你吧？别自作多情了，赶紧睡，再折腾下去天都要亮了。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谁脸上没带毛孔瑕疵，他居然敢嫌弃我。
幸好我前几天买了小雪人妆前乳，它独特的油包水内料能平滑肌肤，隐藏毛孔，里面还有迷迭香精油，又养肤又清毛透气，睡觉的时候也能用。我就不信它还能看见我的毛孔瑕疵。小结巴，我衣服呢？扔了。还以为我说你毛孔粗大的事生气。小结巴，你皮肤真好。Yes， 看来今天的约会肯定能成功。约会？跟谁？还能有谁？当然是范雨辰了。脸色这么难看，你该不会吃醋了吧？我吃醋？不可能，我怎么会干这么幼稚的事？韩琛，穿这么短的裙子，不怕得老寒腿？我就幼稚这一次，你给我听好，我现在非常委婉的告诉你，我吃醋。谢谢。你那个下去，这次一定。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行？韩琛，你个臭流氓！姐姐，把你听我解释。大壮，大壮是我小名。哎，小姑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万一你姑姑误会了怎么办？小结巴，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大壮。小姑姑。哎，女朋友呢？八字还没一撇，现在也就是个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哎，啊，姑姑，下次。哎，上次那个，哎，不，他不是说，啊，我去，小结巴，你怎么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请你离我远一点。哼，这怎么了？吃枪药了？普通朋友就是普通朋友。小结巴，听说你的迪奥口红快用完了，正好11月10号蘑菇街爆款夜卖99，你要不要去挑自己喜欢的色号？韩总，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哎，这到底怎么了？范雨辰，怪不得不接我电话，原来是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怎么了？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你只是我的普通朋友，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生活。好，那我成全你。没有回音的山谷不值得你纵身一跃。喝水，你以后打球小心点，旁边24号是我男神，你别伤着他。我居然被比下去了，不行，调整。学长，可以帮我看一下这道题吗？好，有人找你。我教你啊。学长，我们来玩扳手腕吧，赢的人可以向对方提任何要求。啊？哎，我手机，我陪你玩。你输了。这局不算，我们改日再战。不是吧，又起完了，头发都炸了。才不是呢，那是因为我经常烫染，发质受损了。要不拿它遮一下？给你这个。哇，欧莱雅和泡泡玛特联名的蒸汽发膜，这个限定包装和限定周边也太可爱了吧，我这就去试试。嗯，范雨辰很会嘛，我现在这种头发染烫受损的情况用它最合适，一次就有效果。里面有添加神经酰胺，是护肤品里经常用的成分，可以修护发丝屏障，改善脆弱发丝。这个蒸汽发膜添加了琥珀雪松精粹油，可以很好的闭合毛鳞片。最关键的是这里面配了一个蒸汽发帽，戴上之后5秒就会自己发热，蒸汽的作用下所有的营养都被注入了发丝，立竿见影，不用出门就可以享受到艳羡级魔法护理，太方便了吧。我可以拍包装上的同款 pose， 一会儿发个朋友圈。送你的欧莱雅蒸汽发膜，
作为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强多了。真不错，像变魔法一样立竿见影。春的颜色不早已秋季有些爱情究竟不提起我情愿被世界隔离也不愿一去面对真的喜欢上你了请在我的窗台坐真的吗看一看那片一样的成绩很热烈的回望请别给我哇你说怎么才能追到他呢千万别小看一个男人的征服欲笑死了大舅哥我的请给我成长的依赖生活日头下一个人啊，欢迎哥！我是九九，一个小说家。孩子，赶紧回来继承10000家产吧！我操，我不是在做梦吗？啊！都有钱了还写什么文？赶紧结局不香吗？该怎么把范雨辰写死呢？要不就写范雨辰放屁把自己崩死了吧？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啊，还是睡醒了再说吧。这是哪儿？别动！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把小说完完整整的写完，要么赔偿我10000精神损失费。啊！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别打！别打！你冷静点！我是范雨辰。范雨辰，你怎么从书里走出来了？听你犯尊重些！我现在绑架，知道吗？拜托，臭弟弟，你玩具枪也找个像一点的。我可是继承了10000家产，就让我赔10000，也太瞧不起我了吧？拿去，随便花。看来为了活下去，得再想个办法。主人，你回来了！我去，这也行。主人，我已经为你准备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真的吗？不过这种糖衣炮弹对我没用。既然软的不行，但是可以。万雨辰，你想干什么？当然是说服你别把我写死了。喂，你怎么还在写你的破小说？再不来就视为自己放弃继承权了。我如果我现在离开，那范雨辰岂不是要……傻瓜，我本来就是因你而来，为你而生的。范雨辰，范雨辰，原来是个梦。不行，不管怎么样，我要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来了！啊，你们来，新郎新娘赶紧走。作为一名专业狗仔，不耻善女，还一点颜值都没有。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周之内挖不到母料，你给我走人。有的。狗仔首歌第一条，你的距离够近，就没有挖不到的猛料。好帅呀、啊！什么大明星，也不过如此。啊，第一套计划完全失败，第二套计划热情实施中。你好，房间清洁。啊，这也太刺激了吧！啊，看来得试一下最后一套。这里是他家。耶，狗仔首歌第三条，永不放弃。不行，那个我是敏感肌，不能乱用卸妆膏。放心，这个倩弟子胖的卸妆膏没有酒精、香精添加，温和舒缓，敏感肌也适用。我脸上太脏了，卸不干净的。没关系，它清洁能力强，防晒隔离可卸，眼唇浓妆也能卸得干干净净，上脸即溶，而且一秒乳化。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红花籽油和维生素 E， 可以平衡肤质，卸妆后透亮还不紧绷。不好了，网上铺天盖地在传你和不知名小狗仔谈恋爱了。不是吧，我居然错过了这么大的猛料。我告诉他们呢。什么？月底了，刚刚老婆冲业绩有问题。九九，没想到你直接能拿下范雨辰，明天老板转正。这老婆，托你的业绩包在我身上。假装你在这里，那本照着日哎呦，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密室逃脱我一次都没玩过。就玩一次嘛，保证一次就上头。试试也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OK。哎哎哎呦！
小朋友，怕鬼就不要来玩了。谁说我怕了？哎，啾啾，我先走一步。 那个，我们继续吧。糟了，门好像被锁上了。玩家进入支线任务，要想获取线索，需要两位玩家使主线控。还真是一次就上头，要不要主动啊？这也太温柔了吧！要想解读线索，需要两位玩家相互配合，解开开机。 轻轻的拨动萤火虫的吉他，月下使用线索碰壁，需要两位玩家对视10秒。10、9、8、7、6、5、4、3、2、1。怎么办？我的脸好像越来越红了。3、2、1。恭喜哪位成功逃脱，进入终极单人任务。萱萱搞什么鬼啊？倒数的帅哥不会就这么飞了吧？9、9、6、5是加到同行玩家好友，并成为他的女朋友。 范雨辰的任务是传闻99男朋友，自己永远保护。搞定他，你今年的奶茶我包了。放心，交给我吧。哎，手奶奶钱的感觉真好。我弟弟有喜欢的人了。 但他身边的小白，要不你帮帮他？没问题，交给我吧。先说好，不许耽误弟弟主意。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我绝对不会对闺蜜的弟弟下手，不然变小狗。谁啊？姐姐。进来吧。嗯。造孽啊！他怎么没告诉我他弟弟这么帅？姐姐，我从哪里开始？哼哼，表白是小孩子才做的事，大人往往都是要靠勾引。记住这三个公式：变成狗。 变成猫，变成狗。姐姐，那我也变成什么？第一次见面要充分展示自己的男性魅力，毕竟没有女生阻挡得住霸道小狼狗的攻势。是这样吗？差不多吧。接下来要不进你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时不时的。姐姐，你好像出油装潢。还真是个小白，出油怕什么？对了，姐姐。 你刚说要时不时干嘛？啊，要时不时想想猫一样，拿下他的心。有时直奔主题，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怎么出手啊？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好啊。早知道你喜欢野的，我就不装。 姐妹，你太棒了！我听说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旺旺，我操，是个人吗？作为一名职业催稿人，没有我催得来的稿子。再不交稿子，信不信我撕票？别！不交稿子是吧？那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你要相信过。还剩最后一个。 你就是范雨辰，看什么看？今天交不了稿子，你头就交代在这儿。哎呦我去，还是个硬骨头，看来我得换个路子了。雨辰哥哥，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好，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我一马吧。嗯，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指望着我养活呢。您看那稿子是不是？不可以。那你怎么样才肯交稿子嘛？没有灵感，写不出来。没有灵感没关系。 我帮你演出来，谎言情景，给你找找感觉。你确定？嗯。范雨辰是变态吗？怎么会写这种东西？准备好了吗？吃的苦中苦，范雨催稿人加油。怎么样？是不是有灵感了？嗯，没有。范雨辰，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交稿，信不信我住你这儿不走了？ 反正这一张床，我不建议跟你同床共枕。你别过来！九九，你清醒一点，不能被美色打扰啊！你要干什么？在学校。对不起啊，主编，这次可能要脱稿。
什么？我居然被退婚了？哎呀，我的大小姐，反正你俩也没见过，退就退了呗。要退也是我退他，三分钟给我找个更帅的男人，我要让他后悔。好的。确实挺帅的嘛，可是要当我男朋友还差点意思。77、78，快点，不准偷懒。这张卡随便刷，待会儿我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好的，小姐。这真的是我男朋友吗？还不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身上要有我的记号。搞定。喂，大小姐，已经把你未婚夫约出来了。哼哼，你要干什么？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待会儿按我说的做，事成之后奖金翻倍。奇怪，我怎么这么紧张？是这样吗？我也没叫他这些啊。还不错，就是这样。你们其实我早就有男朋友了，而且连孩子都有了，所以这次就是特地来通知你退婚的。你们真在一起了？怎么你不老爷子范总答应这门亲事了，你要当爷爷了。你不是我未婚夫，范总是你呀、啊、怎么了夫人？应该叫儿子吗？是他，范总被人绑架了，赶紧带人来救他。完了，羊入虎口了。来啊，99。啊，我不行，我不行，赢了，愿赌服输，改钱吧，帅哥。不行，刚刚这局不算，敢不敢赌把大的？嗯，就赌一周时间，谁先追到他，有点意思。第一招，先发制人。你慢了，还是慢了一步。不是。第二招，正面出击。我电脑坏了，你可以帮我修一下吗？好、啊，修好了。怎么还能这样？野蝉哥哥，我这个秘术不太懂，你能帮我看一下吗？好啊。第三招，投其所好。野蝉哥哥，我辅助你，这也行。对不起啊，都怪我太菜了。新手都这样，不熟练没关系，可以教你啊。第四招，以退为进。算你狠，你赢了。那个，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好、啊。就这么简单？不然呢？范雨辰，有件事情我要跟你坦白。怎么了？其实一开始我跟萱萱打赌，比谁更先追到你。我知道啊。嗯，不然你以为那一个奶茶先出？迫不及待加入陈金国本以来，爱上你是我最惊喜的意外呀。牛逼啊，姐妹，竟然把范总给睡了！别乱说，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被都抱了还什么都没发生。要不是他不行，要不是他对你没兴趣，那肯定是他不行。确定？我飞机场我可没兴趣啊！他居然说我。范总，求求你这事。我操！靠这么近干什么？给你送文件呀，还害羞了？你账都没算清楚，回去重做。那没办法，谁让人家写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你的。就这么，先给我出去了。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你昨天还叫人家性感小宝贝，今天就要赶人家走。不不，该走的是我。这下知道是谁不行了吧？哼。
范雨辰，你干嘛？玩够了吗？太晚了。满枝苏然哦锁不累。九九。男女的初吻充满了初吻。别闹。男女的初吻初吻。范雨辰这个家伙最近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儿。我喜欢你很久了，这是我给你买的咖啡。范雨辰。九九。我已经想你想一整天了。你有毒吧。别人几天不见你都行，我一小时不见你就觉得委屈。范雨辰，你干嘛呢？为了见你，我胳膊都摔伤了。我去给你找创可贴。嗯。Move slow。过了，兄弟，理解一下。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讨厌我啊。你干什么？以后别来找我，我们走。哎，夏雨辰，你先去换。你干什么？你得洗个澡。夏雨辰，你。是不是我温顺太久了，就把你已经忘了？我本气是了。韩琛，我不干了，这些东西都还给你。还差一样。你干什么？这也是我送的。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我不盖章，你觉得你怎么样吗？韩琛，你个大混蛋！你要真想离开，我有办法帮你。什么办法？够意思啊！我就不信我找不到印章。还想跟我斗？礼物呢？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这个卡姿兰雾稳唇膏，上嘴高级，柔雾妆感，而且质地轻薄，颜色绝美本搭。居然敢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看着你个渣男不是人呀，一边说我是你的心肝小宝贝，一边又跟别的女人打情骂俏。什么女朋友？他什么女朋友？我是孩儿他妈。哎呀，我要当姑奶奶了。你妈知道这个消息肯定高兴。哎，小姑姑。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这么着急干嘛，孩儿他妈。颜色真好看，我也想。韩琛，你能当我一天男朋友吗？姑奶奶，都演了多少遍了，直接跟他说不就行了？啊，韩总，小心！小结巴，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没什么。怎么样，成功了没？我说不出口啊，同学聚会还是自己去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哟，九九，是都有男朋友了吗？怎么还是一个人啊？他今天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我看压根儿连人都没有吧。装什么呀，我还不知道他家去才怪呢。不好意思，来晚了。我是九九的男朋友范雨辰。你怎么在这里？我说过，只要你需要，我会随时出现在你身边。我不信，拿什么认不你是他男朋友？这是蓝度星之核女表，这个底盘好像闪亮的星河，好漂亮啊！它寓意着索涅金星河，星河皆是你，人间滚烫，你就是我的理想型。Oh my dear, 看来我来的很不是时候。韩琛，帅哥，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九九这个人啊，风评差得很呢，特别容易红杏出墙。只要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不会在意这些。我亲爱的女朋友，这次要怎么成？如果我真的红杏出墙，你真的不介意吗？你出墙一寸，我挪墙一寸；你出墙一尺，
我砍树枝。怎么不是范逸臣？你来我家干嘛？给你三分钟，收拾好东西，马上陪我去分公司。知道了。我身上有这么大吗？怎么回事？拍这张照，模特怎么还没到？哎，请问，哎，来了，演员来了，还等什么呀？赶紧过去啊！快快快！来来，两位再靠近一些。美女，把口罩摘了吧。我，你就不想和我亲亲？我操！对不起，我还没准备好。鼻子上这么多黑头，要被韩真看到岂不是？不行不行！这个河马鼻涕也拿去用吧。你怎么知道我？我每天都关注你，你不知道吗？这个怎么用啊？我帮你。这里面荷荷巴油和多松精油能快速溶解油脂，加速黑头浮出，十分钟左右黑头就都浮了。白化融合马鞭草酮可以深色护油，细腻毛孔，乳糖酸还能减少黑头反复，确实比刚刚细腻干净了不少。环辰，哎，我就这么让你厌烦，让你恶心吗？你听我，我让你身上沾上我的味道，这辈子都别想了，只是。Cause me a power, super chase of souls。